庄园，对，开心农场，张家人。对，老板，我们这一组主要做的就是2009年开始，彰化县政府跟水保局共同举办了一个农地干嘛的一个活动，最主要是给我们的青农，给我们这些从事农业的朋友们，那他们的创意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呈现出来。那第一名的有10万块钱，这次呢是以这个鸭蛋，那鸭蛋的一个这个回收，然后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清洁剂。第二名呢是我们的这个透过我们的温室的一部分来培养出这个省电省时又好吃的这个香瓜。那第三名的部分呢，它是把我们的农特产品并入到我们这个冰淇淋的一个这个原料里面，做出好吃的冰淇淋。那这一次呢，总共有220件来这个投入哦。那我们从中间筛选出10件，那10件我们会在10月1号、2号在我们的中农博的部分来做相关的表扬跟展出。那也希望更多的乡亲能够利用机会来看看这些青年朋友他们的一个创意，然后透过他们的用力，那怎么样去把这块土地让它能够更加的一个有趣哦。那在这边恭喜我们所有这个得奖的这些青年朋友，那他们的创意是获得这些专家学者们的一个肯定。那相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未来呢他们在努力用心在农业上面的一个这个发展，一定能够更加的发光发热。县政府也会更多的做更多的平台，让我们这些有为的青年朋友能够在这块土地上继续为这块土地努力，然后发光跟发热。因为我看到他的这个名字，我就在想说他到底是怎么出来的，这样出它的营养价值成分，然后我们去做成面膜，进一步能够提升农民的一些附加价值以及提升。